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是这个丞相。这个字在甲骨文里面它是这样写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表示一个斜坑，这是一个人掉到坑里面去了，掉到东西里面去了，出不来了。哎，这儿有两个手，其他的人来把他救出来，拉上去拯救他，这就是这个丞在甲骨文里面它的原意就是这样。在今文里面这个字它的写法把这个表示坑这个弧线去掉了，把这两个手呢写到这两个人呢下面去，意思就是把这个人托举上去，也就是说把他让他拉上去拯救掉了陷阱里面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下面呢我就把这个字甲骨文九文的写法来引述和大家分享。丞这个字啊，它在甲骨文里面写法呢，我找到了三款不同样的。它是这样写，一款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个斜坑，那一个斜坑里面的一个人掉到坑里面了，这里面呢有两个手把这个人拉出来，这就是拯救，把这个人拉出来离开危险之际，这是一种写法。第二个写法呢，它是写了一个女，第三款的写法它写是这样，这两款表示斜坑的这个符号不见了，这是两个手在底下双手托举，把这个有危险的人托得以后呢离开危险的地方。这个字呢在经文里面呢基本上是继承了甲骨文的第二第三款的写法。经文第一款它这样写，这是一双蛇把这个人拖出危险境地。经文第二款它写这样，基本上和这一款有点类似的。这是第三款，第四款写的这样，把一个人写的这样的一个形式。这几门的四款都是在底下把一个人托举离开危险境地。这个字的小篆写法呢，把一个人变形变得太大，咱们就看不出来了。小篆它这样写，这个人写的这样，它底下的一个坑呢，这个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它写的这样，那这个坑还是很清楚的，两只手呢也是写得很清楚。小篆这个字就写成这样，这个字它在这个隶书里面呢，在小篆的基础上又变了，把这个人写成一个柳，跟两个手呢写成两只走一的两只翘，跟底下个凹呢写成一横。这个字啊变得太逗了，它隶书里面它这样写，隶书写成这样一个字，楷书呢它就是一个隶书变过来的，楷书它也写成这样。
天水写的见，采用这个字，它的本意从晒看里面把一个人救出来，所以这个臣它就是一个帮助字，就是延伸以后呢有辅助啊，实际上在过去的时候有那个大臣丞相，他就是辅助皇帝做事情的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臣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